Hello，进来的同学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嗯，如果可以听到的话，大家可以在聊天框里面打输入一个一，然后我就知道你们 OK。同学说可以听到我声，很好，好的，好的，好好好，大家都可以听到。嗯，那我们稍等一会儿，到八点的时候正式开始啊。 哦，oh, 有声音的哦，但是我们还没开始上课，所以我刚刚就一直没有说话。我们在等三分钟。我看到群里说有同学说不知道这个电脑上全屏模式怎么，嗯。 怎么显示以及互动框、互动栏怎么显示？嗯，因为我跟大家的这个系统不太一样，我这边是老师的这个端口，所以我可能跟你们的不一样。我问一下 Karen。 因为这个小额通是我们就是上一次上一期课的时候才换成这个小额通，之前是用的钉钉。然后我也是，嗯、呃，就是刚上了两次课，在适应这个系统。电脑上全屏还是很小。 那我们稍等一下，Karen 来给同学们来解决这个就是播放的技术问题吧啊，嗯，因为时间差不多到了，那我们就先开始上课。好，大家可以看到我屏幕吧？可以吧？好，应该是没问题的。好，嗯，那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嗯，uh, 那我们这一期课呢是写作精品课的第十一期，然后第十一期的第一节，这一节由我来给大家讲。那我们这节课的主题呢是关于工作，大家读了这篇文章，大概对他也有一个大致的印象。那他就是在讲我们就是这个在疫情之后呢，居家办公和办公室办公，呃这两种方式。 都都行，都都成为这种这种工作当中的一种呃模式，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 hybrid work。那我们今天这篇文章呢，就会在讲这个混合工作模式呢，它其中的一些利弊哈。嗯，那么在上课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知道我们这一期课应该是有很多老学员，那应该也有一部分新学员。 嗯，所以呢，呃，我叫做 Jama，大家可以叫我 Jama。嗯，之后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微信群里留言，然后来问我关于这节关于这节课的问题。嗯，那么我本科是学习翻译，然后硕士是第二语言习得，然后我硕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第二语言写作，所以基本上就是关于英英语写作方面的事情。 嗯，那么我希望就是不管是从不管大家报这个课的目的是应试的目的，比如说你要备考雅思啊、托福，你要备考四六级，或者是你就是想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有一些啊、呃、出国留学的需求，或者是工作上的需求，需要有英文写作的呃这方面的技能的提高这些方面啊、呃，或者是有的同学。 或者是有的同学可能是就是这种英语的书面沟通，比如说写邮件呀，或者是写一些 report 一些这些东西的地方，那都会用到这个英语写作。那我们这个课的它其实一个设定的目的就是对于所有的议论类型的写作，议论文写作，但是其实是有一点偏学术的写。 偏学术的写作这样一个设定的范畴，好，所以呢，所以呢，在我们在开始讲这篇文章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讲讲关于我们这个写作精品课的这样一个课程的设定的思路啊。那么大家拿到材料的时候，拿到你们的 handbook 会发现。 就是每一周，其实我们是有一个主题。那每一周的每一天，大家都会得到不同的任务。那么第一天是是大家自己进行的工作，你要去预习这篇文章，你去解决一些阅读上的一些困难。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大家才开始上课，然后才正式进入写作的阶段。那其实大家看到我这里写的，我们这个课它设计的思路其实就是把阅读和写作。 结合在一起，from writing to reading。那我们开始读这篇文章呢，并不是因为这个文章哦，他非常呃，他说的这个话题非常有趣，所以我去读它，哦、呃、或者是什么样的目的？那我们的目的非常的单一，非常的专一，就是为了学。 它里面是怎么写东西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来读它的时候，就会特别去关注它里面会涉及到一些啊、呃，我们能够学习到的一些什么样子的写作上的点、写作上的技巧。那就是好好认真的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呢，我们在 From Reading to Writing。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去分析这篇文章当中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素材、灵感，还有经验可以运用到我们自己的写作当中去。那么同时呢，我们学到了这个当下的时候，我们就会马上把它应用到我们自己的写作练习当中。所以呢，相当于说是阅读，相当于是一个 input，是你脑子里要有一定的东西。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说，会说自己写作难点是在。 嗯，um, 就是给了一个题目之后，我不知道怎么下手写，因为我脑子空空的，我别说是什么语言啊，还有什么逻辑方面的，我根本就不知道有什么可写的东西，关于这个话题。那所以阅读呢，就是一个给你 input 的过程，你先了解关于这个主题范畴下的一些东西，并且是用英文语言的形式给你一些 input 之后。 再让你去写的时候，再让你去有这个 output 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会想要去用你阅读当中学过的一些东西。所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呢，不仅仅是解决了写作上你可能无话可说，另外呢，从这个英语的整体的角度上来说，也能够帮助你提高你的英语水平。好。 嗯，um,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既然说了 from writing to reading，那在开始之前，我首先要问大家，你们在写作的时候，你们会去考虑哪些方面？或者说，有的同学会觉得，嗯，我上这个写作课，我就是为了攻克一些难关，比如说我在什么什么什么方面觉得比较有困难呀？大家可以在这个呃聊天框里面给我一些关键词。 你们在就是考虑写作的时候，会更多的去考虑哪些方面？好，有同学说词汇、表达地道、搭配、观点和举例、结构、遣词造句、正式、相关观点、逻辑。好，那我就不往下念了。同学们想到了很多。 不同的点，那我其实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嗯、um,，其实很多同学啊，不管你是说表达地道，还是搭配，还是说词汇这些问题，那我们其实这边的关注都是在语言上。那有一些同学提到了关于结构的问题，关于内容的问题，关于文章层次的问题，总体某篇布局的问题。 还有论述过程的问题，所以这些都是关于你写这个东西它本身的内容，对不对？就是你想要这篇文章它怎么样子的一个铺排结构，然后里面涉及到的论点是怎么进行论证的这些问题。好，所以大家看到我在这一页呢总结了一下，其实写作要考虑的就是这三个方面，我给它总体的概括一下三个大的方面。 其实会涵盖了同学们刚刚所说了很多这些问题啊。首先是怎么写的问题，就是嗯、呃，比如说你拿到一个写作题目，或者说你自己想去写一篇文章，你最先去考虑这个这个问题，肯定是你的总体的某篇布局，就是你想要它结构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就是写什么的问题，这个呢，刚刚有很多同学都提到了，就是。 呃，内容上的问题，呃，还有逻辑，这个关于这个论观点怎么去论证啊、呃，我有哪些论据可以使用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就是用什么写语言的问题、啊。好，大概就是这三个层面。所以现在我们既然确定了我们写作中其实要关注的这么几个问题，那么像我刚刚说的，from writing to reading，那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就是要去看。 这几个方面，首先我们会去看这篇文章的结构，也就是说它行文框架怎么样，是不是它这个行文框架也是值得我们之后在写作当中运用起来的东西。那大家在昨天这个预习的过程中，呃，注意到有一个任务呢，是让大家来做这个文章的思维导图。这个这个练习呢，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去清楚这篇文章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内容。内容上我们能够学习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学的这篇文章呢，是关于工作的主题。那我们可以借鉴一下这篇文章当中，他提到了一些关于工作的看法啊，借鉴他他本身作者给的观点，以及他是用什么样子的论证方法来论证他的这些观点。 所以呢，当我们就是大概很精细的读了这篇文章之后，那我们之后再遇到类似话题的写作题目，那我们是不是考虑，是不是可以其中这篇文章有一些观点，我们是可以借鉴直接借鉴过来为自己所用的？有些论证方法是不是也可以用到？第三个点，那就是语言。好，同学们提了很多关于语言上想要提高的这样一些呃想法啊。 那同那这个就很简单。那我们同时，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子的阅读和写作，有 input 有 output 这样子的模式呢，帮助大家去积累一些用词和句法。那我这里其实想强调一点，就是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我们在这个吸收知识，就是输入信息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虽然了解了有一些词儿，我们之前不认识，现在认识了。 嗯，那这个那这个阶段呢，这些词汇、这些表达只是被动的，就是下一次我再看到它，我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它还没有形成你的主动词汇。当你真正在写作当中能够主动的把你学过的这些表达、学过这些句式运用在你自己的写作当中呢，这些词啊、这些表达就变成你自己的主动词汇了。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 from writing to reading，再 from reading to writing，目的就是这个，就是你至少在有一些表达呢，能从被动的这个阶段形成主动的阶段，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从学到别人的东西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好，那到这里为止呢，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大致思路。嗯、um,，那我们具体到我们今天的内容呢，我们今天。 嗯，通过这篇文章呢，是要讲到这么几个关于写作上的技巧。第一个是关于如何举例的问题。那关于如何举例，其实我在第四期课的时候，呃，有给大家总结过。但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这期班有没有之前上过第四期课。第四期还是呃挺早之前的一个课，所以关于如何举例的。第二个是如何化解对立。第三个是对于。 绝对情况或者叫做过度情况的解读。好，那我们现在我来切换一下屏幕，我们现在来看这篇文章了。好，这篇文章它的题目是 How to make hybrid work a success，然后它的副标题是 Clarity of expectation is the key。好，我们首先可以看到它这个题目呢。 它是一个设问，题目中是一个设问，我们如何能够使得这个混合工作这种模式呢成功？然后它的副标题呢是这个设问问题的答案，这个如期待清洗是最关键的，是最关键的因素。好，所以我们看到它其实是用了一个问句，先引起读者的兴趣。 然后呢，又用副标题回答了这个问题，来突出了这个文章的主题。那么大家在预习的时候，我给大家留了一些预习问题哈。哪些人喜欢居家办公？哪些人不喜欢？其实这个文章当中，他提到了，主要提到了两类人。啊、呃，一类是这个工作人员、白领，这个 workers；另一类人是管理者。好。 嗯，然后呢，在混合办公模式当中呢，如何确保员工和老板双方发挥最大的优势？第三个问题，如何应对管理层的一些担心？好，那如果大家做了这个思维导图，或者说是，呃，你们在 Handbook 里面也看到看到我在这个屏幕当中打出的这一幅思维导图呢，呃，大致对刚刚的三个问题就比较清楚了。其实。 你看，基本上前两段在讲这个混合办公的时候，它分了两段。第一段呢，是从这个员工的角度来解释他们为什么喜欢；第二段呢，是通过这个管理层的角度，他们为什么更喜欢现在办公。所以前两段基本上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哪些人喜欢，哪些人不喜欢的问题。紧接着呢？ 第三段到第七段就讲到了这个文章的核心，其实就是在对应这个题目了。这个混合办公的它最关键的因素呢，在于这个要求的清晰和明确。那么，其实第三段它是一个总领段，然后紧接着第四段、第五段、第六段、第七段呢，它又从不同的方面去阐释这这么这么一个论点，这么一个观点。那么最后的三段。 他是提了一个这个管理层，他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担忧，什么样子的担忧？就是滑坡谬误。然后呢，他又针对这个点给了给了三个方面的解释。所以大家看到，基本上从第三段到第七段，它对应的是第二个问题：如何确保他们双方发挥最大的优势？如何应对管理层的一些担心呢？其实就是对应的最后这四段。 好，所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通过回答这几个问题，并且通过大家去做这个思维导图呢，那我们对这个文章的大体结构、大概结构是有了这么一个了解。它其实就是在刚开始引入这个话题，并且是从两方的角度引入这个话题。 然后从第三段开始才切入这个文章的主题，就是 clarity 这个概念才从这个地方显示出来，呃，然后最后呢提了一个有有什么样子的误会担忧，然后再去挨个这个挨个解释如何去打破这个担忧，这个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好，这个呢是这个文章的结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第一段。 那我们刚刚说，他第一段讲的是员工的态度，然后第二段呢讲的是管理层的态度。所以我们先来看员工的态度怎么样。<coughs> 好，White-collar workers tend to like hybrid working。这这句话是这一段的主题吧？这个很明确，呃，非常简单呢，非常简单，但是呃，就是直接的说出了这一段的主题。 紧接着, Researchers by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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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ggest that on average employees reckon the blend of in-person and remote work is a perk equivalent to an 8% pay increase. 前面这些虽然很长,但, 职员雇员认为这种混合工作的模型呢，相当于他们的薪资增长了百分之八。那这里可能有一个词 perk，那大家看到我其实在在大家的这个 handbook 里面也呃解释了这个 perk，a benefit to which one is entitled because of one's job，相当于一个 bonus，相当于一个福利。所以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他们的薪资更好，薪资更高。第二点，the biggest attraction of days spent working from home is the absence of a commute。第二点的好处是在于什么？他们不需要通勤。The absence of a commute，commute Comm 就是通勤的意思。所以第二点呢，可以减少通勤。第三点。 Other benefits include not having to get ready for the office 其他的好处呢,然后一个冒号,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 wearing a fresh set of clothes dropped by twenty percentage points when they are not commuting. 呃，他们需要去这个整理，要穿一套新衣服出门的这样子的比例呢，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呃，二十个百分点。所以第三点是不需要为上班打扮做准备。所以这一段的结构非常清楚，这个中心论点就这一句话，然后有三个分论点，分别讲了这个呃，hybrid work 的三方面的好处。 那我们这里要特别关注一下这个最后一句，大家看到它的形式是，他先给了他的论点，他的 argument，他说有一个好处呢是不需要为上班打扮做准备，然后呢，他用了一个冒号，然后冒号后面呢是一个例子，是一个论据，去论证他这个观点的。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冒号的使用就非常巧妙，相当于你不需要分成两个句子，然后你也不需要去呃有一些这个呃这个关联词，这样子你就直接实现了一句话里面既有了你的论点，也有了你的论据，这样一个简单的用一句话说清楚你的论点和论据的方式。 那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大家看到我们刚刚学到的这么一种，就是一句话当中说清楚你的论点和论据的模式就是这样，argument，然后冒号，冒号后面是你的 evidence。我们现在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大家看到我现在给了你们一个论点，我这个论点就是居家办公已经常态化，我的论据是。 一项调查发现，疫情间什么什么，他们在家工作时间只有百分之五，但是到二零二零年的这个数字变成了百分之六十。好，大家看到我现在用中文表达的，它是两句话。我现在呢，想让你们来做一个练习，你们用我们刚刚学到的这种模式，来把这句话写出来，就把两句话放到一起，用这样子的模式。我现在给大家，我想想，三分钟。 嗯，五分钟吧。好，呃、嗯，五分钟的时间，我来定个时，然后大家可以试着写一写，然后把你们写好的发在聊天框里面，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好吧？好，我现在定个时啊，五分钟应该够了。 我提醒一下，第二句话还挺长的，但是你们要把这两句话套在一句话里面的话，第二句其实应该要精简一点。 好, remote work has become has become a norm. A research found that remote work only takes up 5% takes up of the total working hours before the pandemic, but the figure increases to 60% by 2020. Stay-at-home working has become a normality. A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American people used to spend five percent of their working time at home, a proportion that has risen to sixty percent this year. This year normality，我们一般我们一般不这么用哈，因为它像它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嗯，是一种就是比较抽象的一个概念，嗯，the normality of something 什么什么的常态化这种感觉，但是很少用 a a a n a, a normality 就是一变成一个。 常态这种，好，又有两位同学，我稍微看一下，我就不念出来了。好，prevalent 也可以。 好的，时间差不多了啊，嗯，我觉得大家写的都挺好的。好，就是，就是这个，嗯、呃，这个一个句子里面的这个 argument 加 evidence 的方法呢，其实很简单，我们都学会了。然后呢，大家写的都不错。那我这里看一下，我这里有一个答案。 好，关于这个已经常态化了，我这里用的是 has become a a new normal，变成一种新常态，因为对比之前的常态，所以我写的是 has become a new normal。当然，刚刚同学有写的这个，呃、uh,，become prevalent，become a norm，become the norm，其实都可以，become more normal 都可以。 嗯，um, 然后呢？居家办公，我这笔我这边特别注意到了，因为我们这个文章当中呢，它其实有个 paraphrase 的地方，the blend of in-person and remote work。然后，然后，所以我把这个直接拿过来用，所以我把这个直接拿过来用了，它相当于是 hybrid work。 Um但是我发现我这边的这个题目其实给大家写的是居家办公 而不是混合工作。所以大家如果写居家办公的话,其实 um, remote work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然后冒号, a survey found out Americans spent sixty percent of their working time at home by twenty twenty while the figure was five percent before the pandemic。 好，基本上大家都这样子去写了。那我其实注意到，有的同学会把这个 sixty percent 放到前面，然后有的人会把这个 five percent 放到后面。其实大家怎么写都是可以的，但是我这里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把这个 sixty percent 放在前面，因为它它是这句话里面的主要信息。我想说的是，这个到二零二零年的时候，他们已经。 这个百分之六，这个这个数字已经变成百分之六十了，而在这个疫情之前，它才是百分之五。所以呢，英文当中会比较习惯，你会把主要的信息放在前面，然后后面呢，这是一个对比的信息。好，那这个练习我们就做到这里，很好。我看到很多同学都写出来了，非常好，非常好啊。 嗯，um,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讲到我们的第一个呃第一个知识点了，就是关于如何举例的问题。嗯，那么我先要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关于一些所有这种举例类型的分类。我们来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种是 scientific example，就是你看到呃这个一些文章当中他们会提到。 一项调查显示，什么什么一项数据表达表现了什么什么什么，类似所有这种比较客观的，它是用研究用数字说话的，就是 scientific example，比较客观的东西。第二种，第二种是 personal example，那这个也很好理解，personal example 就是你用你自己去举例，比如说。 嗯，um, 比如说，如果我拿到一个题目，他问我就是，呃，这个作为，呃，这个作为学生，应不应该把手机带到学校？那我可以，比如说用我自己，我作为学生，我怎么怎么样，用 personal experience 来举例，或者是 example of known people，你身边的人，take my uncle as an example，he used to drink a lot，比如、呃、drink a lot。 呃，比如说用我的叔叔来举例，他之前就经常喝酒，等等等等，用自己的例子或者是用他人的例子，身边他人的例子。第三种，concrete real world example，这种呢就是你们就是大家去举一些，呃，大家都知道的一些人或者是，比如说一些 brands companies countries。 就是大家都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Google launched a project about 不拉布拉布拉。因为大家都知道 Google，所以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例子。还有 concrete yet general example，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举的例子也是真实的。 但我没有特定到一家公司，没有特定到一个人，我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普通的举例。Consider the Veran the Veranton Veranton factory worker who has been replaced by r o b r t r o b e r t robot。这种就是你举了一个比较普通的例子，但是也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 以及 general facts，就是更 general 一些，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觉得是就是这个 common sense 是这个道理的事情。Young people are curious and eager to explore new things。好，那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年轻人呢是更有活力一点，他们对呃新的事物更有热情，更更有好奇心。最后一种是 c o a t s 就是你直接去引用别人的话，好，直接去引用别人的话，这个很简单，大家都知道。嗯，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看的这一段，这一段它其实用到了什么样子的举例方法？嗯，我们其实这个结构已经分析过了，这一段很简单，它第一句是一个 topic sentence，它的主题句。 然后它有三个 argument，分别是第这个第一个就是 research stress doubt。我先问大家，这一个 argument 它用的是什么样的举例方法？好，scientific example 没错吧？这个很简单，因为他说了。 什么什么一项研究显示，那它就是 scientific example。第二个呢？第二个他说的是 the biggest attraction is the absence of a commute，就更加 general 一些，对不对？好，general fact。对，嗯，有同学说是，有同学说是 personal。 这个不算是 personal 吧，因为一般你要提到 personal 的话，你会涉及自己自己的这个 experience，或者是他人的 experience，更贴近生活一点。但是这句话它就是正常的在说它的好处，有一点就是呃，这个不需要通勤。好，那第三个呢？第三个 other benefits include not having to get ready for the office d r o p by twenty percentage points，就是我们刚刚练习的这一句。 最后这个，OK，有数字，scientific。好，我在这里总结了一下，第一个是 scientific example，第二个是 general fact。其实第三个，嗯，同学说说是这个 scientific 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确实提到了这个研究发现的一项一项数据哈。 但是我这里，因为他前面也提到了，说是就是 not having to get ready for the office，所以这一条它本身是一个 general fact，和这个第二点是一样的。但是它后面有一个数据的支撑，所以这两个方面都有。大家看到，就是短短的第一段，我们还没有往下看，就是第一段，他在举例的时候，他已经用了不一样的方式。 就一个 topic sentence，它三个论点，三个论点里面都用了不一样的举例方式。那如果说是它这三个论点，它用的举例方式都是一样的，你就你读下来，你就会觉得这篇文章，呃，这一段呢，它写的比较八股，它就是按套路写的。这个怎么样？然后用一个呃，用一个这个论据解释，然后论点再用论据解释，再解释这样。 但是呢，你会发现他用了不一样的举例方式之后，这一段就比较灵活了。读起来的话，我们就没有觉得它非常的模板化，对不对？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会鼓励大家，大家在写作的时候可以去尝试用不一样的举例方法来丰富你这个，呃，你这个论证方法。 嗯，昨天这个有同学就是写完，就是，嗯做完预习工作之后，这个问问我说，这个觉得自己，嗯，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论证，因为感觉文章当中他用了很多这种，嗯，论据啊，但是自己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论据，这样的论据应该怎么去准备？那我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用的这个文章，它全部都是外刊，就是它是新闻报道，所以新闻报道这种外刊里面呢，它其实比较喜欢用 scientific example，就是它会用很多的数字、很多的这种 data statistics 来论证它的论点。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这种嗯、呃、写作经历当中呢，这个比如说有的同学写的是这种。 学术写作、学术论文，或者是嗯雅思、托福这种应试考试的写作，这种目的的以应试为目的的写作，其实我们在准备这个 scientific example 当然是可以用了，但是它准备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因为针对于每个主题你都需要准备，并且你需要被把它变成你的东西，就是你你你得需要记住它，你才能用它。 所以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的，嗯、呃，高效的方式。而且如果一直在用 scientific scientific example，对于表现你的这种论证能力也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看到我对这几种，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么几种这个举例方法。首先，对于 personal example 的话，我建议大家除了特殊情况，尽量避免使用。为什么？ 因为，比如说你是在写记叙文，你是在写抒情散文，或者是小说之类的，那你写这个 personal example 是完全合适的。但我们在议论文在这个框架下，在这个 context 里面呢，尽量避免去用 personal example，因为会显得，嗯、呃、不够有说服力，用自己的例子去。 呃，阐释一个观点会容易显得没有说服力，所以除除了有特殊情况的话，嗯，尽量避免使用，或者说使用的比较少一点。那关于这个 scientific example，就是说，如果你刚好你你你刚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呃储备，有这样的论据储备在这里，你已经准备好了，你可以用得上，那当然是很好可以用的。 嗯，但是如果你是为了考试做准备，那你现场无法来得及查资料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合适。那最重要的是，这个数据呢不能是编造的，前提是你一定要用对，不能现场去编数字。呃，关于引用别人的话，前提是要用对，但是呢，比较短的文章可能不太适合长句的引用。那比如说你这个文章它要求本来就是。 两三百词，但是你引用别人的话已经引用了五六十个词，那这样子就不太合适它。它因为它严重占据了你的篇幅，以及呢，concrete real world example 和 concrete yet general example 这两种，其实是我比较鼓励大家去使用的哈。其实这这个就是你也不需要提前去。 做一些准备，尤其是 concrete its general example，你不需要提前去做一些准备，你可以根据这个论点来，呃，用这样的论证方式来论证这个论点。呃，当然呢，如果你是用现实当中提到了某一个人，提到某个公司，那肯定这样子的说服力会更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嗯，但是。 但是，这如果这个方法不太好找的话，concrete 也 general example 其实是比较合适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用哪种，两种都要注意不要跑题，因为，我之前批改过作文，有的同学会举一个例子，举个例子本身是要论证他那个论点的，但是这个例子举得越来越多，他在介绍这个事情的背景信息啊什么的。 反而写了一些跑题的话，这样子就，呃，反而没有得到，反而没有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了。最后呢，就是关于这个 general facts 或者是 general yet，呃，concrete yet general facts 是最适合和你的论证一起结合使用的。这个我们一会儿在讲到，嗯，有一个具体的呃段落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具体看一看。 就是用这样子的方法，你怎么去，你怎么去，呃，构思，怎么去论证你的观点？哈，好，那我们讲完第一段了，先讲到这里。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关于管理层的态度。好。 executives have been keener to get people back into office full time so that employees can bond with peers uh 可以增进和他们, absorb the corporate culture and appreciate the awesome power of laundry 那大家读到这里的时候可能突然觉得 怎么突然有了一个 laundry？那其实这里这句话它有一点点调侃，它其实是对应我们刚刚讲的第一段。呃，因为在家办公的话不需要出门，你不需要洗衣服换衣服。那你出门之后呢？你终于可以感受洗衣服的这种力量了。有一点有一点冷幽默。 好，那所以这个第一句大家看到，他用了一句话表达了他的核心观点，并且呢，呃，有三个论据，对不对？可以，因为因为可以增进和同事的感感情，有利于企业文化，还有关于这个 laundry 的事情。紧接着呢，But even skeptics skept have accepted that。 Hybrid working will be part of the post-pandemic future。但是呢，即使是那些总是提反对建议的人 （skeptic），他们也接受了这种混合工作模式会成为将来工作的常态的一部分。哎，大家注意到他这里后面给举了一个例子，是一个 real-world concrete example，对不对？ 然后他又用了冒号的方法，大家看到这个作者挺喜欢用这样的方法来把他的论点和论据放到同一句话当中的，跟我们刚刚学过这个方法是一样的。嗯、um,，所以他这个论据是：In his annual letter to shareholders this week, j i m m y Dimon, the boss of J. P. Morgan Chase, said he thought that about forty percent of the bank's staff would be hybrid. Now用了一个这个 JP. Morgan uh, 混合工作模式呢, the job now is to make sure that hybridization works as well as it can for both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Now 关键的问题呢? 既然它已经成为常态了，那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希望它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正常正常运作，并且呢，对于雇员来说也好，对于雇主来说也好，它都可以正常的运作。That depends on one ingredient above all clarity。那这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一点，那就是 clarity。 Things function best when everyone knows what is expected。当所有人都预期到这个事情，呃，都有一定的预期的话，事情就是最高效的、最好的。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到了两段，一直讲到第二段的末尾，它这篇文章的核心的核心的地方、核心的这个点就出来了。想要让混合工作非常高效的运行，关键就在于。 Clarity，就是这一段在讲的讲的东西哈。然后，好，这一段我们看到它的结构是一共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先让步，并且呼应上文，因为上文因为因为上一段讲的是这个员工的角度，这一段讲的是这个管理者的角度。紧接着呢。 它有了一个转折，虽然这个嗯，管理层认为怎么怎么样，还是更喜欢线下呀，但是嗯，这个线上办公就是混合办公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转折了一下，从这里到这里都是在说它变成了一种常态。最后说，那怎么能让它最高效呢？最关键的因素在于 clarity。 好，这是这一段的这个呃结构。然后呢，这一段里面有一个举例，大家看到就是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 real world concrete example，因为它涉及到了现实生活当中的人，但它其实又引用了他说的话，是个间接引用，所以也有 quote。那 我们讲完这两段之后呢，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练习，因为刚刚这两段呢，它相当于，它相当于是取了一个中间态度，就是一方认为应该线上最好，另一方认为线线下最好，它最后取到了这个平衡的状态，是一种混合工作模式。所以呢，嗯、呃，这一部分我们能够学的就是。 怎么去表达一个中立态度？怎么去论证一个中立的观点？我们先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哈。嗯、uh,，More and more employers are considering an applicant' soft skills about people a technical technical knowledge or work experience。越来越多的这个雇主呢，会考虑这个申请者的软实力 （soft skill），而不是他的。 Technical knowledge 不是他这种呃专业知识，或者是 work experience 或者他的工作经验。Do you agree? Soft skills are more important. Why? 我先问一下大家，大家这个 soft skills 你们理解是什么意思了吗？Soft skill 是什么？指的是，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什么样子的 soft skill？Leadership 好，沟通能力、情商对，人际交往、创造性思维，好好好，好，没问题，就是这些东西，啊，就是对应的你这个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之外的其他，你在呃，比如说团队里面沟通交流啊。 对解决矛盾的能力啊，interpersonal skill 啊，好，很好。嗯，那我们也就是我们现在先不考虑把它写成一篇文章，我们只考虑，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就是就写一段儿，就写一段儿，但你是一个中立的态度，就是你你会想说你觉得这二者是同等重要的，写一个中立态度这么一段。我给大家一点时间来思考一下。 嗯，我还是给大家五分钟，然后你们不需要把这一段都写出来，但是你们可以把你们这一段的思路简单的、简单的呃写下来，然后发到聊天框里。聊天框里面，我们一会儿一起讨论一下。可以用中文啊，可以用中文，中文、英文都可以。我们先来做这个头脑风暴，先想一想，如果是你的话，你这一段打算。 怎么写？写什么？就一段就够了。好，五分钟啊，五分钟。 好，有的同学已经好，很多同学都已经写好了。嗯，那我一边点评，没有写完的同学还是可以继续再思考，继续写啊。我一边我一边来点评啊、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先亮明观点，是中立的态度，然后写专业实力的总点句加例子，然后再写 soft skill 再证明。好，这这就是比较。 呃，就是大多数人都会采用的方法。你就是开头的时候先主题句，然后先写左边，然后再写右边，然后说两边同等的重要。然后下面的同学把具体的例子，呃，把具体的这个论点也写出来了。很多大公司老板更加重视软实力，举例。但是我认为没有硬实力的基础，软实力也很难发挥作用。举例。 总结需要互相匹配，才能发挥最大的工作效益。好，这样的思路也没有问题，就是，嗯、呃，两边都说一下，然后最后总结，两边都需要。先阐述两个都重要，然后分两段写。嗯、呃，但是咱们这个是个段落练习，就是不考虑，先不考虑篇章的问题。 先写一段来论证这个观点就可以了。涉及到软实力、人际交往比较重要，同事之间的和睦也很重要，沟通能力对应办事效率。硬实力也是专业问题和技术问题。最后综述，两种技能都重要，软技能可以提高效率，但是专业知识还是占主导。嗯，总结可以说二者相相成。 表明中立态度，再说明二者各有优点，如软实力可以使团队沟通顺畅，硬实力在于高效解决问题。关键在于取长补短，互相进步。好，很好，很好，很好。嗯，大家注意到了没有？我我注意到一个点，其实我。 大家大家用的就是，大家如果要论证这样的观点的话，就是有的同学其实已经把你们的论据写出来了。你们会用 general fact 这样的方法去写，因为对于这个题目来说，你其实可以想到一些，就是嗯，软实力能够带来的好处，硬实力带来的直接直接好处，那这些都是你可以直接写出来，你可以就是用 general fact。 这样的方法直接论证出来的。好，嗯，因为时间问题，我们直接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啊。后面同学还有好多，我来不及看了。就是说。 嗯，uh, 我们还是从这个文章的结构当中出发。首先，我们这个前两段，第一段就是员工期待怎么怎么样，然后三个论点，然后管理者期待怎么怎么样，然后中间取了一个中间，中间取了一个这个这个中立的态度，就是这个 hybrid work，员工喜欢线线上，然后管理者喜欢线上，但是我们现在只能取一个 hybrid。 work 成为常态，成为常态。然后呢，要想使这个 hybrid work 它非常高效的话，问题的核心在于，你就是要让两边都满意。然后关键就在于 clarity 这个问题。所以它基本上的思路，大家看到正方的观点、反方的观点，然后从这个对立当中寻找出对立的本质在哪里。只要解决了这个本质，那这个矛盾其实是不存在的。 那我们这个题目其实有一些类似，刚刚的那个争论其实是线上和线下的问题，它取了一个中间是混合工作。那我们这里考虑的是这个申请者的 soft skill 软实力还是 technical knowledge work experience，那我们把它概括成为硬实力，他们二者同等重要吗？那我们要写一个中立的观点。 我这边我这一段的思路啊，跟刚刚有一个同学的是差不多的，就是我先说，呃，中立，我觉得他们二者是同等重要的。然后，soft skill 意味着什么，hard skill 意味着什么，然后最后再寻找他们对立的本质，其实是在模仿我们这篇文章当中的第一段和第二段的写法。我们来看一看写出来是什么样子。 好，首先我先引入，我先引入这个话题。Employers have become especially cautious in seeking qualified job applicants。首先呢，这个雇员、雇工、呃，雇主在这个雇佣员工的时候呢，变得更加谨慎了，就是呃，对他们的要求更高了。然后我要先讲这个 hard skill 的部分了。It is first o f all。 Important that the candidate is an expert in his or her field. For example, a software developer should be able to propose his or her vision for a project in need, as well as a concrete plan for materializing that. 比如说, 呃，软件开发员，那么他首先是需要，呃，为就是能够能够设计一个项目，并且呢能有能力来实现他所设计的这个项目。我问大家，我我这里用的这个举例方法是什么方法？ general okay what you general concrete yet general in a software developer so it concrete it general and this soft skill but apart from expertise this person must be working with designers

这个专业人员说清楚他要干的事情，还得向那些 end users 产品使用者说明这些问题。但是他们呢，并不懂那些 technical matters。Therefore, soft skills such as the ability to organize events and communicate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are valued as well。大家注意看，我这里其实换了一个顺序。我这一段呢，我是先写的论点。 然后论证有例子论证，但是这一段呢，我是紧接着这个例子把这个例子继续写完了，然后最后一句是我的论点。嗯，所以我这两句，我我这两个呃论点吧，可以说他们用的是同一个同一个例子。其实，好，我现在说完这些，我最后要寻找对立的本质，最后化解对立了。 In fact, there actually exists no debate of soft skills being more important than technical skills, or vice versa. 认为这个卵实力呢,比英语实力更,更重要,还是, they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They are not mutually exclusive. 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就在化解对立，因为这个题目它其实是他问谁比谁更重要，他其实是在创造了一种对立。但我想，我想，我想要走一个中立的观点，所以我就要化解对立。我认为他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一种关系，没有谁比谁更重要的这样一种关系。Rather, they are developed. Reciprocally, through hands-on working experience，反而呢，他们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他能够通过这个呃工作经验的积累呢，逐渐软实力也能提高，硬实力也能提高。Either skill set in isolation cannot work。如果一个人只有软实力，他可能也不是一个最 qualified 的职员；如果他只有硬实力，可能也不是最 qualified。 thereby making them equally important for any employer。最后这个地方就点题，他们是同等重要的。所以到这里呢，我们就写完了这么一段，它是一个中立的、中立的这么一段。大家注意看，就是不好意思，我可能要稍微拖几分钟堂。嗯，就是。 我们从这篇文章当中学到的，他是怎么写这种观点的？他其实正方反方都说了，但是有时候呢，我们如果要写中立的，我们可能说了正方的好，说了反方的好，最后就结束说他们都是相同的，他们都是 equally important，所以我是中立态度。但其实很多时候缺了这么一步，你必须要证明说。 这两件事，他们本身没有冲突，他没有说是有谁优谁劣的这样一个点在，所以他们可以是同等重要的。啊。然后呢，我继续延伸一下关于审题的问题。那我相信大家在这个写作当中呢，遇到过很多的题目，很多的题目都会问你同意不同意，或者你去分析一个事情的利弊，你觉得它好还是觉得它不好。 好，这些问题我觉得大家肯定都遇到过。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其实呢，这个题目呢，有的题目它是对于一个观点的正反两面进行讨论，而有的题目是对于两个观点的讨论。什么是对于一个观点的正反两面呢？就是像这样：Universities should accept equal numbers of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 in every subject. 那学校应该在每一门科目都接收同等数量的男女生，你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个叫做对一个观点的正反两面讨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呃，他观点就你就只能取你，你到底是你去支持他，你支持他这句话，还是你反对这一句话？我们再来看一看对于两个观点的讨论。The money spent. By government s on space programs would be better spent on vital public services such as schools and hospitals。就是说，政府花在太空项目上的钱更好呢，还是说花在基础设施上，比如说学校、医院上的这样子更好？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他这是个 statement，他说是花在太空项目上的钱比花在学校啊、医院这样的。 public service 上更好，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了，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两方，而不是对于一个观点的正反两面。它是有两个观点，第一个是觉得花在 space program 上更好，另一个是花在啊、呃、这样的 school and hospital 这样子的 service 上更好。所以大家会发现，我们刚刚。 看的这个题目呢，它是一个对于两个观点的讨论。它问的是这个 soft skill，嗯，更重要还是这个 technical knowledge experience 更重要？它是一个对于两个观点的讨论。我这里想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说你碰到的是对于一个观点的正反两面讨论这种题目呢，写中立观点其实比较难。 因为你很难说，就是，因因为你你你很难说你就是你觉得他是怎么样中立。其实你只能说你你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他究竟应不应该这么做，因为他只涉及了一个观点。但是对于我们发现像这样子的题目，它涉及到了两个观点，涉及到了 soft skill and h o t skill 这样两个观点的话，你其实就可以说这两者是同等重要的，同等。 呃，这个对，应该是同等重要的，因为你可以化解分歧，你可以说他们两个不是 mutually exclusive，所以他们可以是同等重要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个点呢，就是如何化解分歧。就是如果我们要走一个中立的观点的话，你怎么去设计你这个写作的思路？ 嗯，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明天会把接下来的内容都讲完。好，嗯，那我们先下课，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发到这个微信里面，我们到时候呃答疑的那一天可以一起回答。好，那我们先下课，我就结束直播了，同学们再见。 明天见。好，不客气。